奏，我们演奏到这个时候，通常都会喊着，我说你让他两个知道 ，encore 怎么都没有人 encore 啊 ，encore 哦，好，那我们这个二胡社带来的 encore 曲目是《山清水秀好风光》啊，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二胡社带来的 encore 曲。很久的朋友哦，那这些朋友呢，
那他们都能够抽空再来跟我们一起庆祝这个快乐的日子啊，非常令人感动啊。所以呢，那再次呢，谢谢你们的光临啊，谢谢大家啊，在这个日子里面重要的时刻来参加我们这一个周年庆的活动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张馆长，谢谢。各位嘉宾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刚刚馆长也介绍了，就是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一位科博馆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打从博物馆25年前从筹备处开始，一直到今天呢、如果没有他的付出、努力与贡献的话，各位你们看不到今天如此博物馆的规划。就是前展示组主任高振华高主任高老师在我们的现场，主任你不用站起来，各位我们的高老师啊，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了，我们拿最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高老师好吗？谢谢谢谢高老师，高老师当时啊负责规划整个博物馆的展示，各位您现在看到博物馆的展示厅的规划，还有呢各个包括看不到的部分哈，看不到的部分包括收藏库啦哈，高老师啊都直接我间接的参与到设计，所以呢这个高老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你啊哦，把最好的东西留在台中给我们很多设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还有大大，我们刚刚说了，除了资深员工像高老师这样子的努力贡献付出之外，博物馆也有很多很多刚刚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志工朋友，志工朋友有很多人服务的年资啊都超过10年以上哦，也就是说啊他们也跟着我们博物馆里面一起成长，而且呢博物馆啊一路走来啊哦他们呢、都从旁协助我们呢、今天也邀请到好几位的资深志工朋友伙伴们也来到我们现场，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志工朋友们，资深志工朋友们上台来啊，接受啊，我们来一点小小的这个表示好不好？我们这个领队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杨耀彤杨老师了，哇，各位，我们呢、有时候感叹杨老师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高中的老师，所以呢，在数理方面呢、其实我们有了问题，我们也是向什么杨老师来请教，杨老师赶快过来好不好？哇，我们的志工朋友们，说实话啊、在这里很久了哦，其实啊，这些大哥大姐们，就跟我们好像是一家人一样的，好、起码请教叫你尾白啊，请教服务你自白啊，杨老师向您问礼吗？25年，跟博物馆开幕你就进来了，开幕你就进来了。开幕去了，开幕去了。那大哥的闺女，25年了，哦，已经50年过去了。我26，76，70年就到了，筹备处就来了。26，筹备处就来了。24少一点，但是24也恐怖哎。25，24，24年半。哦，下班点进馆了，我来博物馆才7年。各位，你们的尾数啊都比我大了嘞。各位，让我们掌声先谢谢这些义工朋友们的付出好吗？那我要请我们的这个杨老师啊，替我们的资深朋友们啊来讲讲话，好，让杨老师。